基隆市也是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个公民表达的机会。那我想我们鼓励这个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可以踊跃出来投票，然后表达自己的这个权利，然后表达自己的声音，大概是这样子。投完心情怎么样？我其实一直都保持一个非常理性然后正常，我们也呼吁大家啦，说真的也呼吁大家这个在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彼此的尊重，那也大家也可以尊重彼此不同的声音跟对市政的一些不同的见解。我想大家应该保持一个理性，互相包容，互相尊重。我们基隆市其实很可爱，大家这个感情都非常好，那其实不需要用一些比较不理性的一些攻击或言语来伤害彼此的感情。其实我昨天脸书就是表达这个鼓励大家踊跃投票啦，大概就是行使自己公民的权利，然后关心基隆，关心在地的一个表现，所以大家应该出来投票。然后今天天气也很好，跟昨天晚上的天气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应该今天睡饱吃个早餐就起来投票。